接下来的话，在上面要具有跑马灯的功能，所以这边的话就插入跑马灯在哪里呢？它这个地方有个所谓的web 元件，跑马灯有没有按完成就好，然后把这里面的文字哈输入上去，输入上去哈，就是欢迎进入国家公园介绍网，那我刚刚已经有先输入好了哈，就直接把它。 贴上去就好了，好，其实你们也可以利用那个，有的时候有空档时间可以输入到记事本里面去。那再来的话呢，哈，必须啊，这个地方要自中，那这边有没有自中的选项哦？那而且跑马灯它也没有讲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按确定就好了，好，那但是要记得要自中，好，把它稍微自中就可以了。那在下面呢，哈，先插入一个叫 National Park 的这个图啦，把它拖拉过来。 点一下，并且把它自中，好，自中一下就可以了。那自中好之后的话呢，哈，它要在上面做一个所谓影像地图，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那个第一个有没有？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建立矩形影像地图，并连接到哎，那什么叫矩形的呢？特别注意哦，那个功能哈，这个地方很容易，影像地图在哪里？其实你只要点这一张图之后，应该会有个图片工具列跳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自己要到工具列去找，那个工具列叫做图片工具列，图片有没有？那矩形的话呢，哈，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矩形，我们看一下嘛，矩形作用区，点一下之后，在这个国家公园这里点一下，然后找到 AA， 因为它连到国家公园嘛 ，AA 这个地方，好，然后直接按确定就好了。目标框架其实不用设，它自己会在那个 main 的部分显示，好，所以不用设定。 再来呢，雪霸，我们往下看，雪霸在这里一样，矩形把它框起来，好，然后选择 BB 就可以按确定。接下来的话呢，哈，太鲁阁，哦，太鲁阁比较特别，就是在太鲁阁黄色区域在这一块有没有用不规则形状多角形这里有没有要把这个自己把它怎么样呢？这样框起来，不规则形，点放点放有没有？然后回到原点。 这样子，这个地方选择 CC 按确定。再来的话呢，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玉山国家公园哈，它必须要在玉山国家公园的这一块区域有没有？也是一样，点放点放，回到原点，一样这一块嘛，选 DD 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那个影像地图，而且他说需精致设定，勿超过边框或不足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要，所以你点放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然后在图片下方最下面这个地方，哦，输入什么呢？最近更新日期，这就是这个哈、哦，我先偷懒一下哈、哦，把这个地方贴上去好了哈、哦。最近更新日期， 2008年啊、哦，但就今天日期，今天是9月17嘛，哈、哦，那就是2008年的9月17号。 然后内政部资料来源，内政部营建署台湾，营建署台湾。 的国家公园网站，那这边台湾的台哈、哦，不是这个台，一定要它，而且一定要这个台啦。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刮弧，那个引那个叫引号哈、哦，引号的部分你可以按下 Ctrl+Alt 加逗点，这边就会跳出这个有没有？一定要用这个台湾的国家公园。 Ctrl+Alt 加逗点，这个，好，那按一个 Enter， 好，那这样的话呢，哈，就完成了这个 main 的部分了，所以这个部分就完成了。那只剩下这个地方移过去，必须要怎么样呢？有这个替代，它这个地方的话呢，必须要替代哈。那这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哈。